成吉思汗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？成吉思是蒙古语，意思是大海，汗是对统治者的尊称。成吉思汗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像大海一样伟大的皇帝，这是他的部下对他最高的赞颂。成吉思汗的蒙古语名字叫做铁木真，意思是铁一般坚强的人。他是蒙古国的开创者，也是元帝国的奠基者，是世界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成吉思汗出生于蒙古贵族世家，氏族名叫贝尔只金。少年时代，他的父亲被人杀死，母亲领着他和几个弟弟过着极其艰难的生活。少年时期的艰险经历培养了他坚毅勇敢的品质。当时中国北方处在女真金朝的统治之下，大漠南北草原各部各自独立，互不同属。金朝对蒙古人实行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，蒙古部落联盟世代反抗。公元1184年前后，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乞颜部可汗。1206年春天，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，此后多次发动对外征服战争，征服地与西达中亚、东欧的黑海海滨。1227年，铁木真在征伐西夏的战斗中去世。元朝建立后，元世举忽必烈追封他为元太祖。订阅简单生活频道，每天和您分享有趣的小知识。